就是这个，这几讲讲，我就是想要不要先按照图鉴讲讲，你就不会乱掉。然后后来想想，我现在是不是有钻石？我赶紧先把钻石抽完了，再决定要干嘛。就是。你的意思是说，我们先把钻石抽完，干嘛？也可啦，因为它受蛮大的，就是。欸，可是我觉得要先讲，算了算了。可是我觉得可以慢慢抽啊。啊，得到了，得到了。我们先讲安塔，安娜塔好了。且这边给你们看。怎么试完了？啊，惨了，因为我们已经有他了，没办法给我们试完。对，小米态度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我在场上看就好。对，就是不要这样讲，不要这样讲。可是不行啊，他等级这么低，上去一定死了。哇，这不就是先练实弹？可是我觉得 SSR 算是可以练的。我们现在单走试看看，因为我们今天是要介绍这只角色嘛。哈哈，这边没有了。不会，这上面没事。要不要再给我聊天室一下？我觉得有点怪。然后这边等于是脚，颜色为什么不见了？どうしても可是也蛮帅的。